中台公园九号呼叫，目前塞车很严重，预估要十五分钟后才能抵达现场。公园九幺，目前最近的就是你们了。再重申一次，事故现场在中山路启明路口往棒球场方向。现场的情形怎样？通报的民众说，车子外面有五名外伤伤患，车子里大概还有十几人没出来，救护车塞在路上了，大概还有十分钟才能到现场，目前通知其他分队前往支援。我看到你们的救护车。路上两只坚持性拍照，看到画面。没关系，我知道怎么走最快。小心，小心，先生，你还好吗？我帮你检查一下哦。